外面风太大了，我现在该走树林，走这里，这里有昨天有走过，这里比较阴一点，可是环境还不错的。这个我昨天过来走过这里，昨天看到这个密宗的那个东西，啊，听到越野车声音吗？为什么不出去跟他们打招呼呢？我这样会吓到他们，还是不要。因为这边是前面有很多墓园，这里面也是有一些古老的墓在这里面，互相尊重，知道吗？